今晚将有三支组合携手挺进我们最后一场的决赛。我刚刚知道好像是一二 PK， 不好吧？就这个很难找，我找不着那个地儿。一桥他其实之前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声音。仿佛不再留恋，爱哈弹奏花花世界，守着付出生命的誓言。请选择五、四、三。二，东方卫视每周日晚21点正在热播。